动的，有一百多斤嘞，要四个人抬嘞。什么？你说话。别动了。慢走啊！走喽！哎，慢走。给他调一下吧，等下钓大钓到大的拉钓嘞。往外出个台呗，对吧？一半，哎，一半。摇三到四圈就行了，知道吧？动的时候要动。玩笑，你五斤重，我半斤重。半斤啊？哦，不小。等一下放了啊。这个塑料包拿一下来。带一个，带一个。那个超，头包拿出来。Yeah, I'm good.
搞了半天，下面还有一条咬着呢。你老早就咬住了。这是你们的，这大两条大的也是你们的。快了，快了啊！这一堆，数量很多，个头偏小。五六十条。哪个？一大桶。你钓死谁弄啊？肯定钓死你弄。这头虾。黄三米鱼哦，一大桶。150升的冰箱啊！倒了一个杯子，这是严重啦！拿去开进来的，谁在动的？有100多斤嘞，要4个人抬嘞。走吧，你走吧。别动了，慢走啊！走了，哎，慢走。我回去给你结账啊。哎，好，没事。兄弟们回家嘞，今天又是满满的一箱啊，全部都是米。跑的是跑的跑，脱钩的脱钩，还有一个嘛，装备带的不行，钓的米数也不准。哎，我一个人会钓了20-30条，大大小小，还有一个也钓的挺好的。那明天继续出发啊，我们下期见了啊。